大家好，我是爱女生一月号的小封面人物简曼书。最近有一部新的电影《爱上卡夫卡》在1月4号上映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支持一下。在里面有尝试了不同的造型，就是跟以往看到我的样子蛮不一样的。想知道关于我更多的消息，请锁定爱女生杂志。